嘉义县长翁章梁率领的管护团队参访的桃园市私立民营诺瓦国民小学，校园环境开放自由，学生囡仔无受到体制的束缚，尽情伫咧校园内底佚佗学习。嘉义县伫咧八一年度嘛，首度来设立第一间的公办民营实验学校。县长翁章梁希望透过这一届的参访，会当凝聚到团队多元的想象，来反转县内教育。诺瓦创办人苏伟新讲，诺瓦内面的一草一木拢是苏新靠家己的双手打造，校园无弄真声，午餐时间也会当自由选择伫校园的角落用餐，减少教条规范。馆长张亮表示，家己馆一直想要伫多元教育顶面，互囡仔甲家长有竞争的选择。无同的教育对囡仔拢有无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提供探索的机会爱更多元。诺瓦伫实验学校顶面一直是标杆。感谢地市长陪同出镜，共同思考这款的理念甲做法，是毋是会当运用到家己？增加不管是公办民营、民办民营，或者是公办公营等等竞争的方式。那一直是希望在多元教育方面啊，让我们的学生跟家长有更多的选择，而且不同的教育理念啊，确实会对啊我们小孩子那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我想在教育的探索上，那应该更多元。那听说桃园在诺瓦的这个中小学，那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标杆性的一个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学校，所以今天特别从嘉义，那谢谢郑市长特别陪同，那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桃园在学校的这个经营跟教育上，那来这边取经。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理念跟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到底能不能嫁接到嘉义县来，能够让嘉义有更多更多元的实验性的，不管是公办民营或是民办民营，或者是公办公营的这个转型，那我想都是值得尝试的。所以今天谢谢来这边得到很多，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更多，也希望嘉义可以 有所改变。嘉义县教育处指出，103年的年底实验教育三法立法通过，推动实验教育有法源的依据。嘉义县市政局之前104年就有4间学校提出公办公营实验教育，截至今年，县内总计有10所公办公营、公办民营以及原住民族实验学校投入实验教育的行列。实验教育会当激起学习的热情，今日的教育交流和嘉义县真济启发。新新闻转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